首舞霸，大家是不是该把这个直播时通知点一点了，兄弟们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你猜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谢谢谢谢传奇哥哥，大家随着我啊，随着我的节奏来，鼠标点到这儿，电脑用户记得把这个直播时通知点一点，把这个勾勾打一打啊，然后手机用户的话。在我的那个头像的旁边有一颗加号，有一颗桃心加号，记得把那个也点一下。大家手里面有星星的，记得把这里点一下啊。对，先签到，然后再点个星星，谢谢。你直播间多少？你点个关注，点个关注，待会儿大家回去开就能看到我了。这个声音够大吗？好像还不够大。嗯，有人跟住，待会儿我们回去看啊，一样的。好嘞，接下来带来第二支舞蹈了啊。想看加特林吗？最后跳一下好不好？最后跳一下加特林好不好？欢迎大家来到992，燃爆星星就在这里，我是菠萝妹，喜欢跳舞主播的记得关注我哟。
哎，你是王哥不？阿王，社会王。买啊！我想买嘛，买根枪。我也是混社会的，是吧？我也是社会人，你们想啥？啊，好。加特林。好啊，好啊，好。大家喜欢菠萝妹的，把菠萝妹的直播室通知勾一勾啊。对。对，萝卜白菜各有所爱，有些人喜欢苗条型的，有些人喜欢丰满型的啊。然后刚刚好，菠萝妹就是丰满型的。嗯，那个有点累啊，晃两下，晃两下。这是啥呀？你是说舞蹈还是说衣服啊？还是说什么？舞蹈的话，这是韩舞成品舞。成品舞 MV 成品舞，性格怎么啦？有喜欢菠萝妹的，记得把菠萝妹的直播室通知勾一勾啊，宝贝们！电脑用户在这里打一个性感又可爱的小勾勾，然后手机用户的话，记得在我头像旁边点个关注啊，有个桃心加号，点个关注好不好？跳个加特林吧，嗯，对我待会儿跳个加特林吧，好不好？看一下还有几分钟麦序时间，还有五分钟麦序时间，咱们不着急啊，跳个加特林。我跟你说，加特林很死亡的。特别特别死亡，跳完之后我整个人可能要先趴在地上趴一会儿，趴在直播间的地上趴一会儿，然后再爬起来。妆和服装都很差，有吗？今天跳的有一个背带舞，第一个舞是背带舞，对。来，记得把那个直播室通知勾一下啊！谢谢这位宝宝，谢谢。大家手里面有小礼物的可以飞一下啊，然后最后跳一个，跳完加特林还有时间，真的，大家到时候就是一直传一直传，大家记得把麦序上的主播的直播时通知都勾一下啊，谢谢大家对星星秀的支持。快跳啊，让人家缓一下嘛，这位哥哥肯定是不腰疼的哥哥，是不是？肯定是不腰疼的。哎，你是王哥不？阿王，社会王。买啊！我想买嘛，买根枪。我也是混社会的，是吧？我也是社会人。你们想啥呢？有没有加特林呢？加特林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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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冒蓝火那个，哒哒哒哒哒。再打电话我试试嘛，我想试试我到底能咋的嘛。我买枪。买啥枪？我买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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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冒蓝火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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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别他妈打着了，没有加特林，没有那个玩意儿了。那我买个打火机。我买把短枪，打个鸡儿没问题的，短枪有没有问题？不行，不敢钱来整。行，你一把多少钱？我买十把。你买那么多干啥呀？我
都卖完了，你帮我想个办法，帮我给他组装成加特林，最好还能卖蓝火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把那打火机打，都给我挨着黄门了。哒哒哒哒哒哒，雷狗地址，北方大集新手营，我在运输船上等你。去你妈！别冲动，把老王也不用一句话，我只有一句话。乖，如果我要的一开始你就给了我，那我就失去了研究生的学历。你也知道，我没有这么多故事，也只有你这一件故事。很死亡，很死亡！哎呀，宝宝们！快点把那个直播室通知勾一下啊！把直播室通知勾一下，真的很死亡。来，像这种死亡的舞还有几个啊？呵呵，喜欢看的记得勾一下直播室通知，以后可以去我的直播间看。喜欢跳舞的，喜欢看跳舞的，喜欢看波波妹的，不要错过啦！谢谢。手机用户呢？手机用户呢，就是在我头像旁边有个加号，记得点一下，谢谢。然后麦序上时间快到了。